我是 Vanessa，我来和大家更新的这栋历时近2个月的加州学区房，好学区房，终于完成了最后一个阶段的家居布置。那大家和我一起浏览一下这栋装饰一新的房子吧。到你楼下，为你四处游荡，做了一颗只会歌唱的傻瓜。你再不是一个没人要的女同学，谁会不厌其烦的安慰那无知的少年？我走进了你的世界，别管我太遥远，我用我十年奋斗换你一小时的笑脸。你当时特别的可爱，但能不能靠近一点？不说真心话，你让我怎么为你当冒险？说的。